友们好，我是硕轩，我是软妹。最近啊，特殊时期，快递根本动不了，感觉没什么东西好拍啊。你怕不是江郎才尽啊？哎呦，你有才华，你倒说说你想吃什么嘛？我想吃炸鸡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吃肯德基。为什么不吃麦当劳啊？不会真有人吃麦当劳吧？别逗我笑哦。怎么就不能吃麦当劳啊？你懂不懂炸鸡啊？哎，我不懂，好吧，我不懂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试一试啊，我点肯德基，你点麦当劳，怎么呗？咱们比划比划啊，看谁的好吃一点，好吧？我点好了，我也点好了，我的还是先到了，看咱们效率啊。麦当劳难道不是因为没人买吗？我这个桶挺好的，半桶吃桶。先来看看我的啊，我这个点的是99块钱啊，一个。全家桶套餐，一杯大百事可乐，一杯。你这量词学的不错啊。还有三个空杯子啊，嚯，送仨杯子呢，赚了。接下来就是这个全家桶，哎呦，好香哦，真的真好香。小玉米，小土豆泥儿啊，然后是炸鸡翅啊，然后下面啊是几大块这个吮指原味鸡，哎呀，美滋滋啊。看我的啊，可乐一杯啊，薯条啊，薯条，做一个排面，一对旺形麦辣鸡翅啊，巨无霸汉堡王，巨无霸，还有巨无霸，装起来了啊，酱料啊，酱，哎，番茄酱，我没有啊，吸管，哎，又没有啊，哎，都没有，没排面，餐纸，哎，餐纸我有，餐纸我有，小食餐盒，哎。虽然量不多，但是我们花样多，哎，别高兴得太早啊，关键咱还是要补一笔味道，好吧，比一米料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全部摆开了啊，这边是我的这个肯德基，这个是麦当劳啊，我们两边都差不多花了90几块钱，将近100块啊，这是肯德基的啊，扣一，这是麦当劳的，哎，扣二啊。哎，凭什么我是二呀？哦，要不这样啊，我是二啊，哈，你是一，好了吧，哎，好。哎，哎也不对呀，我怎么就是一了呀？再等都凉了，我们先来试一下吧。我们这家做这个炸翅啊，嗯，试一下，感觉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你这个我这更有型一点，我觉得。试一下。哦，真的是过年在家里憋久了，哇，吃到这个好爽啊！要不我们换一个鸡翅吃吃也行啊？别拿错啊，上面这个好货不一样啊。嗯，你这也太面了。你这有点咸啊，我这脆不脆？需要稍微有一点凉啊，比你这脆多了。确实啊，它这个麦当劳的稍微咸一点，感觉香一点。香啊，对，确实，我感觉这个还是麦当劳的好吃一点，略胜一筹，略胜一筹。那，哎，还有这个呢？这是翅根，翅根对。你这种类比我多呀，你这个是什么翅根啊？我这好货，它叫什么呢？我也给忘了。我先来试一下我的。啊。嗯，它的腿啊肉多，嗯，外面这脆，里面这嫩，牛肉多，一口嚼下去哇，弹牙舒服。嗯，哎呦，它在录呢。哦，不对，反正它知道，吃了。干什么？别吃那么急嘛，等等我。嗯，哎，你这个种类是真的多。嗯，这个，啊，吮指原味鸡啊，嗯，这个挺好吃的，吮指原味鸡好吃，好吃。嗯，哇，这个块头真大，吃起来真爽。哇，怎么说？爽，爽啊。嗯，这是烟熏鸡翅啊，没吃过，刚吃了一个翅根，比较油。这个再吃个翅中吃吃看，挺好吃的，但是比较油，你就开始硬吃了。啊，我这边还有一个炸鸡腿啊，嗯，哇，肯德基的话感觉就是味道比较淡，鸡肉非常的新鲜，吃起来非常香。我能不能跟你换点东西吃啊？你也要换？等价交换，可以啊。嗯。那这个拿了，这拿走。哎，咱大方了啊！那你选一个吧。来，我选一个啊，这翅，哎，这翅，哎，就拿这个，哎，再贴您一个这个啊。可以。哦，这个是鸡块，麦乐鸡吧？
卖了鸡，卖了鸡，哎呦，你这个凉了不好吃的。凉了，没事，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啊。整个酱，嗯，朋友，酱水，来酱，酸酸的。你知不知道那个这网上那个拆越位置拆法是吧？不知道，你会啊？不会。那说说讲，薯条，薯条，好吃吗？好吃，我不信。嗯，还不错，这是真的。巨无霸双层牛肉小汉堡，哎，整一个啊。哦，哎，饭后甜点啊，整点小玉米。哦，闻起来好香啊！我也闻了。哇，咬出水。我这手里的肉瞬间就不香了。嗯呀，好吧，最后是这个土豆泥啊。哇，这个应该挺不错的。哇，奶油味十足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都吃完了啊，吃得好饱。你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你这肯德基的呢，肉挺多的，也挺香的。哎呀，我觉得你这个麦当劳种类挺多呀，味道也不错啊。看来我们都觉得别人的比较好吃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哪一种更好吃呢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中你发表自己的意见啊。好了，那本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。小伙伴们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给我们点赞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